两份牛排，里边红枣。好的，先生您稍等。啊，谢谢。叔，什么事儿啊？哎呀，啊，这是项目策划书，啊，简单看一下，等会儿咱们边吃边聊。什么样的好项目把你兴奋成这样啊？能不兴奋吗？ 我们国家现在都已经跟联合国推荐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接轨了，说明属于我们的时代来了。你说的没错，天阳，你知道吗？去年咱们中国全民的 GDP 产值是全世界的第11名，你知道比美国要少多少吗？15倍！你说咱们国家什么时候能追得上？这个不着急。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开始接纳世界先进的东西了，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嗯，这个项目啊，我回国之初就已经关注了。这家公司呢，主营业务是生物科技，他们的主打产品是一种叫以神宝的保健品，全部都是从动物身上提取的。后续呢，还会有很多外延的产品。我也已经考察过了，这家公司的销售额还有市场占有率，在行业内都是领先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家公司的老总方大力方总只想跟我一个人合作，我要把以神宝推到主板上市。一旦 IPO 成功的话，投资回报率会有多少？你对数字这么敏感，不用我给你算了吧？这生物科技确实是新兴产业，如果做得好的话，不光国家会支持，百姓也会相当喜欢。再加上一些商业炒作的话，一定会非常火热的。 怎么样，这次回来感觉到什么变化了吧？这次从美国飞上海呢，我坐的是东航的直飞，真没有想到现在这么方便来啊！这算不算最直观的感受啊？当然是了。航线直飞带来的便利肯定会从方方面面表现出来。上海呀，现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力度非常大，特别是浦东的开发跟开放，这就好像呢一支这个即将射出的箭。 离线之箭呢，政府现在是拉满了弓啊！徐教授，我觉得您现在的观念真的是有飞跃性的改变啊！哦，那你的意思是说我过去的观念很保守？是啊，我过去的观念呢是很保守。这学者和政治家不一样，中国有幸啊，邓公不仅是大政治家，而且是真正的设计师啊，他推动改革开放的魄力啊。 不是我们从学术角度就能预见的。我的经济观虽然保守，但是思想观并不守旧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没错，徐教授，您说的太对了。现在外国人啊，对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予以关注，尤其我在美国，深有感受。你像我们美国的总部，对上海的这个动态啊，就特别的关注。嗯。 徐教授，以前呢，我们同学都觉得出国发展、去美国呢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可是现在呀，我真心觉得我很希望我能回上海来发展。是吧？怎么样，有没有考虑过回母校来教书、搞研究？啊，徐教授，您就别缠我了，我是真心想回来。可是现在呢，公司一大摊子事儿，我身不由己。哎，对了，我上次跟您说的，叫你回来办讲座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您真的觉得我合适吗？ 当然合适啊！现在系里头啊，正在探索和拓展与企业的合作。我们建立了一批实习企业基地，那些企业家们呢，都来参加了系列讲座。你的学弟学妹们通过系列讲座，都觉得受益匪浅呢。那既然这样，你又这么信任我，我就厚着脸皮来了。哎，好，你要是办讲座，肯定特别受欢迎，那一定是座无虚席啊。谢谢。你们用我们公司刚起步。 这个盘子呢，实在是太大了。就算我把所有的资金全都投进去，也不够。你兄弟俩不是一直想合作吗？如果你们广汉能够加入进来，那这个上市肯定是十拿九稳。说实话，以我的初步推断，这个项目确实符合我们广汉的投资追求。如果我评估没错的话，应该会大力支持。那太好了。 还有，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寻找像以神宝这样还没有被众多人发现的潜力股。话是不错，但你想过没有，天阳？
越高额的投入代表着风险也就越大。如果我们真的合作的话，我们公司需要对一身包严格的审核。来了，阿三，你到那边照顾一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边坐，这边坐。来来来，来，帮我照顾。好好好。哎，海燕，海燕，我跟你说件事。怎么？有个事情很着急啊。我订那个戒指啊，到现在还没来。你看，这婚礼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始了。哎呀，都怪我，你知道吧？我订的时候啊，那个尺寸搞错了。服务员说，爷爷给我换回来了，说婚礼之前一定会送到。你看，到现在都没有到，我都快急死了。要不我去取吧。哎，你别去，我去取。哎，对，那个就。哦，啊，对，就是这个。别着急啊。等着，别着急啊！哎，快去换回来，海英啊！哎，海英，哎呀，我去取个东西啊！着什么慌的？他去哪儿啊？他去拿点东西啊，马上回来。哎，欢迎欢迎！哎，里面请，里面请。恭喜恭喜啊！来来来，恭喜！装一下。哎，服务员你好，你好，我来取戒指的，婚礼马上开始了，麻烦您快点。哦，你好先生，我正要给您送过去呢。哦，您的戒指检查一下。哎，谢谢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哦，我来取戒指，这么巧。你结婚了？我哪有这福气，我姐结婚。哎，你不是要请我吃饭的吗？什么时候请啊？来不及了，改天约啊。哎，改天再约。你好，你单据。啊，稍等一下，这是您的戒指，请检查一下。嗯，这不是我的戒指啊。不好意思，肯定是我刚才着急一下拿错了。这怎么办？你把他地址给我看一下。严正哥，哎，天阳来了，恭喜恭喜恭喜！谢谢，特意给你准备了一个大红包。哎，这个给我老婆冬梅。行，那我给冬梅剪了。哎，好，里面请，里面请，先忙着。哎，里面请。冬梅，哎呀，来了。哎，天阳，我听说孟磊是不是回来了？回来忘了东西了。他公司是不是有什么新动作？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啊！你还真够敬业，你这。哎，一会儿海燕回来少得陈孟磊啊。不知道。哎，大姐，大姐，大姐，帮我倒点水。你叫谁大姐啊？我叫你大姐啊，那我还叫他们俩。你叫我大姐，那我应该叫你什么呀？啊？大爷，叫你大爷吧。这孩子谁家的？说话怎么？你要喝茶是吧？喝茶，自己倒，我才不给你倒呢。不是，哎，你等会儿，等会儿。啊？你这不有水吗？你这没水了。我这不给你倒，要到你自己倒去。哎，青青啊，怎么跟客人说话呢？大哥，他叫我大姐。春生哥，好笑。谢天阳，好久不见啊！你好，你好。我这本来一回国就想第一时间来拜托你，多亏了当年你找的担保才出得了国。这这这，单位太忙了，公司。别说了，别说了，你能来就好。过去的事儿不用提了。哎，青青啊，这位就是你当初海英哥的同学谢天阳，这是我妹妹钱青青。哦，你就是谢天阳啊？是我。谢大爷，你好。我妹妹就这样，就这样。哎，海英，海英终于来了，谢天谢地，紧赶慢赶还是赶上了。你看看尺寸改的合不合适？哎呀，不对啊，这不是我那个。赵海英，你怎么来了？你这戒指拿错了。快看看，哎，是我那个，谢谢啊。快去吧。哎，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马虎呀？忙忙叨叨，这不耽误人大事吗？对不起啊，太着急了，谢谢你啊。行了，我走了。哎，他谁呀？一个营业员。行了，没事，咱走吧。进去吧。赵海英。谁是你们家营业员啊？我是你恩人，知道吗？我救过他的命。啊，恩人，你发生什么事情？他为什么是你恩人？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误会。误会？你再跟我说遍，我们俩什么关系？朋友。女朋友。女朋友？不是，女性朋友。把兴趣了。哎呀，你你先进去吧，我带你去处理一下。走。女朋友，女性朋友。
这样一个喜庆祥和的日子里，非常荣幸能够主持我们新郎新娘结婚庆典仪式。我是今天的司仪丹阳。那么今天我们现场可谓是嘉宾云集，相信我们的新郎一定有非常多的心里话想要对大家讲。好，接下来我们把话筒递给我们的新郎。非常感谢啊，感谢各位亲朋好友，还有在弄堂里长大的好兄弟们，今天能够到我的婚礼现场参加我和东北的婚礼，感谢你们。非常感谢现场的各位嘉宾能够参加我们新郎新娘的庆典仪式。干嘛不开心啊？不是提吗？哎，赵海英，你带我来这儿干嘛？今天这事儿实在不好意思。我带你上这儿来呢，是想赔你件衣服，顺带着把上次的鞋一块赔给你。我知道这次你帮了我大忙，谢谢。哎，我看你对小女孩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个小女孩长得挺标致的，不喜欢啊？我想你可能误会了，她是我妹妹，我是她哥哥。妹妹？我怎么看你俩一点都不像兄妹呀？这件事儿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先办正事，走吧。鞋呢就不用你赔了，给我买身衣服吧，从没搞得这么狼狈过。啊，就是这样的。啊，先生你好，进来看一下。我觉得这家店挺适合你的，要不自己挑一挑。你是说这儿的衣服适合我？啊，我们学金融的审美，肯定比不上你们画家。那可不一定，要不今天给你个机会，你帮我挑。那你要不介意，我就试试。我觉得这件挺特别的，应该很适合你。你要我穿这个啊？啊，我觉得挺好看的呀。我可从来没穿过这种衣服。啊，要是不喜欢，再看看别的。等等，我穿这个会好看吗？我觉得差不多呀。那我试试。啊。先生，您坐下等吧。谢谢。啊，不客气。变了个人生，变美了还是丑了？当然是变好看了。真的还是假的？真的。那好吧，就这件吧。服务员，包起来。哎，等会儿。我看你的衣服也脏了，要不然就穿这个出去吧。嗯，
今天的环境时间都不适合穿这件衣服。既然你送我了，那就是我的了，我想什么时候穿就什么时候穿。服务员，包起来吧。啊，好的。哎，行了，饭也吃了，衣服也赔了，咱们就算两清了。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每次遇到你都没什么好事儿啊？你这人也真够倒霉的。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我告诉你啊，下次我再遇到你，别装不认识我。哎，那下次你怎么联系我呀？我想找你的时候，自然就找到你了。老板，还有呢？哎，你怎么来了？啊！哎呀，我跟你说，项目的事儿你别着急，上报还需要点时间。再说，我得走程序嘛。你知道，最近都忙活眼镜哥和我姐结婚的事儿。知道，不着急。哎，你说结婚这事儿，我想起来了。嗯，你小子怎么跑了呀？哎，你直接就把青青给晾那儿了。不是，你怎么哪壶不该提哪壶？那天他那么一闹，弄得我还挺尴尬的。哎呀，你可是不知道啊，他说你啊，拉着人家女孩手，头也不回的就跑了。哎，那女孩到底谁呀？滚一边去！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哎，我没说完呢。这最过分的是啊，你居然还把她带来参加了婚礼。要不是天阳告诉我，我都忘了。你给我从实招来。你呢？招什么招啊？知道什么呀就招。告诉你们啊，那个女孩叫徐珊珊，是个画家。别巧了，好几次都能跟他碰上。以我记者的直觉告诉我，你将会和这个女孩发生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不可告，不可告人你个头！揪你的车，我会持续跟踪下去。海洋，嗯，那你喜欢那钱青青吗？喜欢呀、啊，是兄妹的那种喜欢。你们都想哪儿？哎呀，那就好。好什么呀？哪儿好啊？这兄妹行吧，挺好的。我就知道不可能。行了啊，都别再提这事儿了，这事儿翻篇了啊。啊，对了，那个项目的事儿啊，不着急归不着急，但是明天周一了，咱们也得抓紧的给报上去。咱们兄弟两个能不能大展宏图、旗开得胜，就靠这项目。行，放心吧，没问题。什么项目？什么项目？需不需要我帮你们报道报道？宣传宣传，修你车吧，修你车去。哎，我不送了啊！看什么看呀？同学们，我们今天讲座的议题是股市。股市这个话题啊，最近非常热啊，这个相信大家也都很感兴趣。今天我们采取互动的形式，我跟陈女士呢，谈我们对股市的观点，大家呢也可以随时的与我们互动提问，好吗？好。在座的同学啊，都是学经济专业的，我想大家一定会知道1987年的世界性股灾吧？是啊。从87年开始这几年呢，台湾的股市从22000多点跌到了2000点。1989年开始，日本的股市跌幅也超过了60%。为什么会形成股灾呢？最基本的原因就是股市的猛涨给投资者造成了错误的预期。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国外的银行家，他在美国股市出现风波的时候呢，也抛售他的股票。我问起原因，他说呀，国外有些人呢靠贷款来搞股票投机，一旦出现世界性的股票风波，他们就急忙抛售自己的股票。为什么呢？因为银行逼着他们还贷款，银行也怕自己的贷款受到损失，那么他们急着抛售自己的股票，就造成了什么结果？对，股市就狂跌不止。徐教授说的非常对，
这个个人投资买卖股票呢，投机性就非常大。我们也做过一份调查，在日本，机构投资买卖股票占据70%，在美国同样也是占据很高的比例。而在美国呢，机构投资主要分为两大块，第一呢是保险基金，因为在美国几乎人人都会买保险，不管是健康险、财产保险还是车险，是人人都会选择参加的。所以啊，这个保险基金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投资来源。而第二块呢，叫做信托基金，机构会挑选非常好的信托基金，组织大家一起来投资，这样也可以分散风险。不过这一次我回到上海，我发现咱们上海人投资买卖股票的热情也是非常的高啊，很多人都是排队买卖的。是啊，我们上海啊发行了207万张股票认购证，每张认购证售价30元。可是有人居然做起了这件事情上的生意，他把10张连号的认购证炒到了多少钱？3000元呢。大家可以算一算吧，它的溢价是多少倍啊？10多倍，真是不得了啊。是啊，说到这个10倍的溢价，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经典案例，查尔斯·庞奇，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诈骗犯之一。在1919年，庞奇呢利用邮政票券设计出一个金字塔式的骗局，短短的7个月内便吸引了4万名波士顿的投资者，每天进账25万美金。大家也感觉很吃惊吧？没错，这个数字呢在当时堪称是一个天文数字啊。不过到2022年的8月，庞奇就宣告破产了。这件事情似乎听起来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没有太直接的关联，不过这些投资者的心态却是惊人的雷同啊。投资者们在投资的时候都想获得最大的回报，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越是看到回报收益最大的时候，就越是要冷静下来分析，而不是盲目的追从。股市的风险也就在于此。你是怎么找到的？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自己成立了一家金融投资公司，这个项目是他推荐给我的。有备而来，有点意思。你一定做过这个评估了，你怎么看？保守估计，它的利润能达到150%。不过还要具体的研究和分析。嗯，我想亲自见见你这位大学同学。好，这件事儿我来安排，你去忙吧。叫黄斌进来一下。嗯，进来。总监，你找我？看看吧，你刚把这个报告送过来，赵海英就来了。你们组里是不是有人泄密了？以晨宝这个公司是我们刚刚才关注的，但是赵组长这份报告的内容更详细呀，能不能是巧合呀？愚蠢！咱们是一家人，在这个公司里的命只有我能帮你。从现在开始，你马上对这个项目进行考察，听见没有？可是记住，你亲自去考察，不许让第三个人知道，要抓紧时间，懂吗？好，我知道了。去吧。哎呦，哎，停！哎呀，这等你呢，快来！哎，哎，苏总监，这个就是我的大学同学谢天阳，这位就是我常给你提的苏总监。幸会，谢总，真是年轻啊！哪里哪里，还麻烦你们跑一趟。来，坐。天阳，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吧。好，没问题。
苏总监，您看一下这份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比之前海英给您的那份会更加的详细，因为是我们公司在以神堡实地考察之后重新出的一份报告。生物科技公司，对这个领域我们很陌生啊。要评定这样的企业，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专业的机构吧。这个您大可放心，我已经把这份报告发给了我美国的一个朋友，他在生物科技领域特别的专业。嗯，谢总如此年轻，胆大心细，后生可畏啊！而且在金融投资的经验方面也非常丰富啊。嗯，哦对了，小赵，哎，你到我车上去把那份评估报告帮我拿一下。哦，好，那你们先聊。谢总，你看。我是我们公司投资部的总监，投资部所有的项目都要通过我审批，否则无法通过。苏总监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项目呢，我已经关注了很长时间了。方总那边，我们也在积极地进行接触。哎呀，可是事情就这么讲，谢总还是先我们一步了。啊，那这么说的话，苏总监也很早对这个项目就感兴趣了，那我们的合作岂不是水到渠成了？很好，不过我有一个条件，这个项目必须由我亲自全面负责。至于赵海英，他的事情比较多，比较杂，我不希望他顾此失彼。谢总是个聪明人，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吧。苏总监的意思是让我踢掉海英。苏总监，您可能不太了解我跟海英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这个项目你让我把海英踢掉，我觉得我们的合作可以回来。哎，久等了，苏总监。这是我们公司提供的一份预估报告，嗯，您先看看。我相信这么大的项目，我们之间的沟通以后会很频繁。好，我会拿回去好好看看的。嗯，那我们改天再约，你看怎么样？没问题。嗯，好，我先回趟公司。啊，哎，苏总监啊，还得跟你请个假。刚才我冬梅姐呼我说，永康让我去一趟。行，你去吧，我先回公司。啊，大厅，回头我们再聊啊。走。海英，路上小心点。哎呀，知道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畅所欲言。我觉得还可以啊。哎，海燕，你旁观者清，你说两句呗。我是学金融的，不懂建筑。啊，那既然大姐想让我说两句，我就抛个砖引个玉。整个图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我只是觉得这生产空间和仓库是不是离得有点远呢？韩总，除了位置的合理化，我觉得生产区的规模需要加大，要有足够的生产空间和我们的产品规模还有产品品种相匹配。嗯，我同意王主任的意见。另外我建议产品的检验区应该和生产区独立划分出来。同志们，你们恰恰是忽略了仓库区域的这个设计。从目前我们的设计图上看，仓库区域设计我不满意。仓库是否规范直接映射出一家企业的生产、检验和售后是否规范，是一个公司、一家企业的隐形名片呀。韩总，我们在美国参观的那些工厂，仓库是一个很大的亮点，非常规范。您这么一说，我觉得仓库真的是很重要的。是啊，我们的时间很紧迫呀。承建方的招标会，下个月就召开了，
所以我希望设计尽快完善。管委会呢已经催了好几次，所以我们要快马加鞭的。韩总，真没想到土地置换手续办得这么成功，恭喜啊。是啊，哎，说老实话，开发区的管委会给了我们的支持非常大呀。我们要是不再快点，我们可就赶不上发展的脚步了。啊，海英啊，今天把你请过来呢，我还有两个意思。您说，第一呢是想让你看看我们青浦新厂的进度。哎，这第二呢就是，你们的二期款，我们一旦动工，资金可就要到位了。这个您放心，肯定是要严格按照合同来的。哎，韩总，您刚才说到招标的事儿，我想跟您推荐一家公司，华金建设。那个老板孙总跟我很熟，以前是我的客户，公司很有实力，而且他们也做了很多大的项目，我想让他们来参加竞标，您看？太好了，我完全同意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这次招标会必须透明化，择优选择。哎，海英，嗯，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您放心吧，一定办好。孙总啊，您看看这片地，这一片就是将来永钢青浦的新厂区。哎，对了，这个招标书我都给您带来了，您看看。这样，我回去研究一下他们的招标条件，咱们下周招标会上见。哎，谢谢孙总。哎，谢总啊，刚刚那个以城堡公司的方总传来讯息，约您在博雅会所见面。什么时候？嗯，现在。现在？行，你安排车吧，我换件衣服。好嘞。To have the chance to work with you very soon in the future. Yes, yes, yes. 他说什么？麦克先生说他希望尽快与您合作。哎呀，这合作的事儿啊，咱们稍后再。哟，谢总来了。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看，我又来一位客人。这样，你的这个事儿我再考虑考虑，好吗？我最近时间不多，如果我空了之后，我让我的秘书跟你联系，我们再谈，好不好 ？I'm very busy lately. When I have time, I will call you. Thank you. OK. 抱歉，抱歉啊。那我就不送了，帮我送送客人。喂，哎，谢总，哎，怎么？汪总还找了其他的投资商？别提了，这两天啊，我头都大了，天天有人来找。刚才走的那个老外，就是美国一投资商，说是看中我们以城堡的产品了，要给我投资。还说他们公司给我们公司投资上市的速度啊会非常快，但是他们提出的条件特别苛刻。你看我刚才跟他说，等等再说，我想想。王总，这美国人呢，我应该比你更了解。他们给出的条件绝对不会像我给你的那么宽松。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们的资金的确很雄厚，不过给出的条件相应的会更加的苛刻，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想从你身上赚到更多的钞票。谢总，你说的我都明白啊，但是你想，是吧？你们这个，方总，好事多磨，你何必这么着急呢？再说，我们也已经谈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另外，广汉那边的审批刚刚报上去，这审批是需要时间的嘛？这个时候，方总还有其他的想法。一旦广汉那边通过了，那我岂不是很尴尬？你看，我给你掏心窝子说，啊，做生意我当然愿意跟中国人做了，美国人我连话都听不懂，我做什么生意啊？但是你们，你看你说的这个广汉的投资啊，包括你们汉斯的投资，这到现在不来，这我不能等着，对不对？那其他的投资我也得谈呢。只要你把这个广汉拉进来，那没问题啊。广汉的审批一定会通过的，这个项目我势在必得。兄弟，我就等你这句话，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啊落底了。有怀疑的眼神，也会有
让它振奋，坚定的人们为它打开未来的大门，让它变得更加美好，是我们的责任。